把球往高空一丢，利用地心引力加速降落球速，打击者必须抓紧时机用力挥棒才能得分。这是日前在后里区进行的全国慢速垒球经典邀请赛，这次是我们台中市经典赛第九届的一个比赛，我们每一年都有这一次的每次的参与，然后我们参与的资格是前一届的前八强，以及我们体育杯跟我们精英杯的前八强才有这些资格。这次18支球队来自台湾全省各地。比赛结果最终由来自高雄的夏绿蒂球队勇夺总冠军。每位选手发挥应有的水准，在进入第九局延长赛时，靠着团队合作顺利取胜。昨天是投得蛮糟糕的了，但是今天在那个教练的鼓励下以及指导下，还有球员的相挺下，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成绩啊！也谢谢那个对手这么顽固，真的是数一数二球队真的在拼。我觉得这种打法真的很辛苦，但是值得啊！之后大家修正一下，把那个球感找回来之后，今天大家齐力同心协力打出佳绩的。还没有下场，我就跟这个鲜花投手讲说，尽量投内角球，因为逆风嘛，啊内角球高的话打者不好打，结果投手投得很好，打者都打不出分数，啊然后最后那个失投球再被他们打全垒打，结果追成平分，啊好在我们后面打者每个人都很用心的啦，正把握机会，然后再超前，然后他们也很强，然后再打成平手，然后在延长赛靠那两支全垒打，我们就得到冠军了。全国慢速垒球经典邀请赛从9年前开始筹办，目的是鼓励球员互相切磋、交流成长，同时推广慢速垒球的运动风气，让更多人认识慢速垒球的乐趣以及运动精神。 BTV 中都新闻林中正如意采访报道。